南韩啦啦队女神李多惠不仅拥有甜美可爱脸蛋，舞蹈技巧更是一流，去年来台加入中职乐天女孩，让全台球迷掀起一股李多惠热潮， IG 也累积超过146万粉丝追踪。李多惠先前接受韩国媒体 NBC 访问时，被问及今年还会想再跟乐天桃园一起合作吗，当时她卖关子甜笑表示还在讨论当中，但也强调会长期在台湾发展。宠粉的她八日再度在 IG 贴出17秒性感热舞影片，只见她身穿极短黑色皮裤搭配黑丝袜，跟随着碧昂斯神曲 Crazy in Love 扭腰摆臀，还频频秀出无敌马达，让荧幕前的粉丝大饱眼福，不停大赞太性感了吧。也有不少球迷好奇狂问到底续约了没。